干你怕你卖套啦，干阿德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怎么样去除 AR 就是 Air Restriction， 就是空气阻塞系统。为什么是 Air Resistance？ 在 Nerf 的原生那个气压枪都有这种设计，就是从正面看会看到一支固定子弹的一支中轴。太近了，太近了，远一点。然后从后面看，太近对不到。不管从哪一边看，你是看不到对面，好不好？然后等一下我会示范如何把它钻开来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钻。钻开来，你要先准备一支男人的工具电钻。要怎么钻呢？就是这样吐一粒。你旁边要打一下注意事项，小孩子请勿模仿。不要乱弄哦。不过其实没有那么危险啊，不会说钻一钻然后整支破裂，不会这样，好不好？一开始先试一下火力。第一次钻我蛮怕的。我觉得我的枪机会爆炸。不会啦，安心。真的觉得要爆炸。对啊，看那个好烂，八字尺的那种。我没有枪，我有枪。感觉大家都是屏息以待。哼，不是，只在录影，不敢乱讲话。那个阿德要被骂。弹簧出来了。这个 AR 系统里面还有一个弹簧啊，不知道它到底干嘛用，缓冲用的也许。好，快好了。那工程师的智慧，你永远不会参透的，真的。我在国外有看到一篇关于这个 A 里面 AR 的怎么作用的一篇漏漏等的文章。是啊。掉。磨破了。破了吗？等下碎碎要看一下。这个转电转比较不是，转一转头就散了。好像色了。还有人在旁边帮我们冷消，不然 AR 蛮无聊的。我把这边不会剪掉吗？不会，我会把它剪掉。什么？不剪很长嘞、欸。没有人知道要打我了。哈哈哈哈哈。他们讲脏话的拼音。玩乐死的人都是好人哦。救命！有血了，有血过了。我还想到过了。啊！大约都，你去电大班，大班的时候吧。好，基本上用这种电钻钻出来的空气枪管就会变成中空了，然后会还蛮漂亮，圆圆的。啊，如果你是用一些锥子钻的话，它就会可能不是很平均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收看。手术，正常。卫生纸来一张。